总是叫我傻根儿许三多，那都是我以前扮演过的角色，而这次我扮演的是王宝强，是我自己去工地看望一个工友。我也不叫王宝强，我也不叫你先叫王宝强。我不叫这个张小宝张小虎，我也不在这工地工作，但是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2002年发现的。这次能和宝强兄弟共同演戏，我非常高兴，感谢宝强看得起我，谢谢。其实真的很勇敢，
同时我也很高兴能受国际劳工组织邀请担任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公益宣传大使。我想告诉各位工友，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但是要健康生活，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正确使用安全套。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请及时到疾病控制中心检测，一切全部免费，而且还替你保密，早发现早治疗。来，让我们一起告诉大家，关爱自己，关爱他人，不抛弃不放弃。关爱自己，关爱他人，不抛弃不放弃。